对啊，没几行哦，你所以里面的话就是都，蛮重要的。啊，其实就根据什么，等于我们之前做的动作，逐一来把它完成。那再来的话，我已经做完什么？做完那个第三列部分，所以你会发现这都是三。但问题哦，我将来呢，不是只有针对第三列，而是应该针对全部列。哎，全部列该怎么办？所以呢，如果你要做全部列的话，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所以全部列，那前面讲过一样哦，我这边把这个先一样复制，这个复制一个来练习，好，那首先当然你要了解几个地方的问，第一个哈，一样我们什么，前面有个 for i 啊，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，所以呢，我拿上面这个来加好了，enter 两下，好，然后我把它直接贴上，然后 enter 两下打一个 next 啊，意思是说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，不过呢，这边可能会有个问，它把中间的程式拉到里面来，然后按个 tab 键，下一阶，意思说，哎，我要在这边帮我处理每一个每一列的资料哦，OK 哦，那接下来啊，记得把这里面只要看到3的部分改成 i，这个要改哦，这边要改，啊，记得哦，不能少改一个都不行哦，少改一个就出错了，改成 i。这边改成 i，这边改成 i，OK 哦。但是你会发现有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哎，就是呢，如果因为呢，假如说我今天有 insert 哈，insert 是什么意思呢？insert 就插入列。那如果插入列的话，我刚刚是从第二列到第二十几列呢，28列，对不对哈？啊，如果说呢，我 insert 列的话，它变多一列，多一列了。那多一列之后的话，它不会帮你自动再往下追踪，因为追踪只有刚开始去追踪一次而已，它不会说你跑一次，跑每跑一次它追没有哦，OK，也是不会更新哦。那怎么办？这样会出问题，也就是如果你这样跑的话，会是一个问题。这第一个哈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如果你今天哈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就是。假如说它里面只有一个选项的话，那应该怎么样？不要处理。哎，意思就是说哦，如果里面只有一个选项，那就跳过，不要处理。所以啊，特别是说，因为如果你只有一个选项，你还 insert，那不就多一模一样的东西了。所以哦，这个地方可以先处理。哎，如果那我怎么知道说它里面是只有一个东西？它如果 array 里面哦。它的 U 棒，它最大只有零的话，那表示说它里面只有个东西，哎，也应该有印象。所以在这里的话，我们可以做一个逻辑判断，如果 if U 棒，好，哎，所以你会发现 U 棒这个还蛮好用的。U 棒什么呢？切割完之后的 array，假如呢，它等于零的话，那表示只有一个叫什么做？那所以呢，我们应该是要处理要执行下面的事情的话。一定不能等于零，才能够去往下做下面的事情。所以这里我给一个条件，不等于零，空一格 then，然后才能做下面的事情哦。OK，然后呢，记得 end if 加在哪里？加在这个 for next 回圈的外面 end if。然后呢，记得把这个 for next 按一个 tab 键，下一阶，这样子它就会跳过了。OK 哈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跳过，应该成圈圈这个哦，应该会跳过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所以按 F8 看看，程式一般如果写你还没确定 OK 的话啦，通常还是按 F8 哈。好，第二列对不对哈？哎，切割完之后的话呢，它的 U 棒哈，哎，是不是等于零？是，对不对？是会怎么样？它一定要是什么？不等于零才能进去哦。有点像一个闸门一样哦，OK 哈，有没有？他如果现在就好像说你要进入到学校，好像现在很麻烦，现在要出示什么那个一个，你们有出示吗？有吗？哈，我还有时候没有管就算了，我就不拿哦，不然所以啊，当然理论上你一定要给他看一下，还有你的体温不能超过37度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有点像一个闸门，if 也是一样，也就是说呢，你一定要为 true，就是你要有通行证。OK，你体温不能是37度以上，你才能进，就是有点像这个道理一样。啊，现在是 false，意思说哦，你没有通行证，那没有通行证怎么样？
你就只能对吧绕过去了，所以他会怎么按68跳过去了，就意思说哈，哎，第二列哈我就不处理了，应该懂这一行叙述的意思吧？啊，以后反正很多程式都这样写啦，反正就差不多意思。如果你这一行不处理，你就跳过去，跳过去的写法就这样啊。这个我们前面写的非常多嘛，哦啊，我发现有些同学哈，虽然写过了，但是好像还是不是很似懂非懂。OK， 好，这边给各位参考。所以呢，下一列的话怎么样？下一列的话呢变减，就我们刚刚这一列啊，它的 U 棒是不是不等于零呢？哎，有没有为 true？ 哎 ，true 的话表示啊，你可以过了，因为你那个里面的资料哦不是零个哦啊不是零，不是只有一个啦。OK， 你里面有三啊，那可以哦，你可以过了。过了之后的话呢，它会处理什么？处理刚刚这一些事情啊，也就是我们刚刚做的事啦，有没有？先新增一列，然后复制复制第一个到这边来，然后再 copy 上面的东西过来，再插入第二列下面一列，然后再复制到下面，有没有？然后再一样的事情，再插入，然后再放进来，然后再复制上面的东西。好，结束了，再换下一个。下一个的话呢，应该是第几个呢？下一个是简先生，简圈圈结束了，在谢。有没有谢的部分的话，那谢的话，我看谢有几个，谢哇，谢的比较多啊，谢里面有1、2、3、4个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一样的动作啦，哈，我们就再跑一次。它里面，哎，谢我看一下，谢，它现在是第几 ？I 哇 ，I 等于4，哎，不过呢，你会发现哦，这边会有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。因为我们有插入列了，那插入列会怎么样呢？会影响到它将来有没有？我本来一直往下走，哎，结果呢，我本来应该找的谢哈，本来应该在哪一列？应该在第四列，就它现在已经跑到第七列去了，那所以会造成怎么样？它一直就是抓，所以会变成说它又抓不到它原来位置，所以也就是说以后你们要注意哦，如果有音色的话。有没有？那你要注意哦，它的位置不对了，那会造成程式错误。哎，那怎么办？跟各位讲一个很简单的方法。以后如果你遇到那种音色出错的话，只要哈、哦、做一件事情，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。什么问题呢？反向，反过来哦，意思说我不要从上面音色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从下面音色的话哈、哦，它不会影响上面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假如说呢，你要做这种反向的话，哈、哦，记得做一件事哦，一，哦，所以我刚刚加了一个这个回，再加了这个逻辑判断在这里 ，OK， 啊，把回圈放回圈放列回圈放过来，啊，但是这个有出错，所以哦，我们这个方法哈、哦，把它更改，最后了哈、哦、，OK 哈、哦，那改的地方的话，记得哦，哦，请各位把那个这个。列到28对哈，请你把它搬到前面， 2放到后面去，意思是说颠倒一下 ，for i 等于28到2啊，特别注意哦 ，for 回圈的预设值哦是越来越多，啊，如果你越来越少的话，请各位注意啊，一定要在后面加一个叙述叫 step 就是它的阶乘，要越来越少，请你加上一个负一，因为它预设值是 step 一啦。OK， 如果你是 step 一不用加，越来越多，但如果你越来越少的话呢，那你一定要加。OK， 那如果你加了这个东西之后的话，你就可以不用考虑音色哈、哦，它会一直往下跳一列的问题。然后来试一下哦，所以这地方哦，我们再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当然我们就往下了。这个是这一列先删掉 这一栏先删掉 ，G 栏先。那这个时候零哈、哦，这个应该两个嘛 ，OK。那一样啦，我们把这个执行给各位看一下零的部分，你会发现哦，它现在第28对不对哈？往下，那一样零的话，它应该两个，所以它会音色。不过音色这个地方，因为哈、哦、底下是空的，所以看不出来，不用理会啊，一样复制过来，有没有零？然后再下一个有没有复制一个，复制两个，好，上面这个可能看得比较清楚。再来就是谁理对不对哈？啊，特别注意哦，因为我新音色在音色下面，那我现在的 i 现在等于27，哎，27你会发现哦，
他下一个是李圈圈有没有？哎，他也还在27，所以特别注意哦。如果将来你遇到那个音色哦，请你用反向回圈，那这个问题哦就彻底解决了。OK 哈、哦，那、啊、这个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。以前的话哦，还要做什么 ？i 要加一啦，你音色一次后面要 i 等于 i 加一才有办法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音色多一个，你就要变成 i 等于 i 加。那问题 i 加一一直。就变成说，那个程式有时候你加了一，那什么叫加一，什么叫减一啊？很麻烦，倒不如用这一个方法就彻底解决了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李的话有几个？李的话里面哈、哦，它资料我们来看一下，李的话有一二三个，那三个我看一下，它应该就跑三次。哎、欸，对，没错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。好，跑完之后的话呢，那就换下一个，下一个是谁？下一个丁。丁的话里面有几个啊？丁的话有四个，所以里面的话一样哈、哦，它跑四次。哎，看一下，哎，对，基本上没问题了。四次跑完了，哎，就跳离了，再来就下一个了。丁的话叫秋，它、啊、其实应该都一样哇，秋的比较多一堆。那再来的话，其实哈、哦、就不用管它了啦，反正哈、哦、剩下来就啥，全部让它跑完了。OK， 那我就不在那个 F8， 我就直接全部跑完给各位看一下。有没有看到？他就自己跑了 ，OK。但是有同学说，老师，他怎么画面白掉了啊、哦？因为他一直音色嘛。可是呢，哈，其实说真的啦，有没有影响？其实不影响，反正是电脑在做事，又不是你在做事。即便说哈，他跑很久，反正你放的总比你用土法炼钢的方法要快上非常多。至少速度我看哈，超过千哦。好难估算了，算了哈，尤其你笔数越多啦，那效果越明显，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啦哈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啊，只是说这边会变形啦，为什么会变形？如果你要让它不变形的话，记得哦，按右键啊，这边要把它什么摘要资讯啊，大小位置不随出征改变，它就不会变形啊，因为我刚刚没改 ，OK 哈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最后再 test 一下，理论上这个如果 OK 的话，我把它删掉。好，然后就让它全部跑过一遍，啊，把这个资料切割这部分哦，把它执行。OK， 好，检查一下，这样检，哎，这边，哎不对，是不是逻辑有点怪怪的？上面这个怎么还在？OK， 所以是不是最后还应该是要把这个放在这边，还是说最后还要把这一列给删掉？好，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哈，这个地方我刚刚主要哦就是几个重点，一就是在这个回圈外面哦，再补了一个逻辑判断 if 这个不等于零 ，OK 哈。第二的话呢，外面再包一个 for 回圈，那我是反向回圈啊，主要是这两个东西。那不过好像看起来已经很接近我们要了，但是好像有一个地方，就是它底下的东西是有了，可是上面好像原来资料没有把它清掉，你是不是还要再把它 delete 掉？那请各位先试一下，待会再来看嘛，那画面先还给各位哦。